牙医有多赚钱，你知道吗？这说明存在牙齿问题的人真的很多。我们用普通牙刷刷牙时，很难刷到牙缝和牙龈沟里的脏东西，导致牙菌斑滋生，形成牙结石，甚至长蛀牙，最后不得不把钱送给牙医。所以我们刷牙必须得用电动牙刷。电动牙刷的本质是通过高频振动，将牙齿里的脏东西清理出来。而马达的性能无疑决定了电动牙刷的动力高低。这款狮王电动牙刷采用的是日本研发的磁悬浮电动马达，比一般电动马达更加牛皮。超低损耗的同时，每分钟还有高达41000次的振动，全面清洁，牙缝无残留。微型式的软毛刷头，温和更能保护你的牙龈。无档的定制模式，美白模式，试过你就回不去了。每周不足就是太贵了，能有多贵啊？也就一只大牌口红的价格吧。我买了。如果你艾特列表里的第一个人又送你这样一款1000多的吹风机，你会怎么办？是我就当场嫁给他。不仅是因为充满未来感的中国航天联名款包装，更是因为它通病陌生的狮王钻高速马达，与普通吹风机的高温烤干不同，6倍大风量。女朋友这种长发吹干，基本也就3分钟的事情。而传统吹风机那种烫头皮的痛，还有掉发、断发、头发吹皱的情况，在你换上直排吹风机的那一刻，恐怕要忘得一干二净。新型风口的设计，出风很大却很柔和，一键冷热循环风交替，吹出来的头发清爽又蓬松。智能恒温技术，快速吹干的同时，减少头发热损伤，降低对发型角蛋白的破坏，从根本上呵护发根和发丝，千万级负离子，综合干燥静电，让头发摸下去如丝般顺滑。更有长按3秒定制专属的风速和风温，开机一键唤醒专属模式，懒人必备。与其花1000-2000买一个不上档次的包包，送一个高端实用的吹风机，你猜哪个女生会更心动？月销几十万件，卖爆到断货，连号称不收上下件的老爸评测，对比多款产品抽检后，都给出极高评价的防晒衣。我买完却后悔了，吊牌信息是 UPF50+，宣传有效阻隔99%以上的紫外线。UPF 就是紫外线防护技术，数值越大，防晒效果越好。但从我实际拿到的检测报告来看，O30的防晒级已经达到了 UPF1000+，甚至2000+，这他喵不是逗我吧？是市面上其他防晒衣的20倍。特制衣服在34度的室外晒了一下午，里面的紫外线测试卡居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基本实现完全隔离紫外线的效果。在进行泼水测试之后，仅仅用了5分钟，衣服就已经完全风干。实测下来，洗几多次也不会影响防晒效果。穿上冰冰凉凉的，从头到手都给你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弹力指扣的设计，让手指活动很方便。帽檐也是加宽的，防护面积更大，而且不挡视线。帽子后面还留了个马尾的位置，还挺贴心。在室外溜达了2圈，丝毫没有闷气感。关键是它的版型很好看，宽松又显瘦。我买完就后悔了，后悔没早买。你知道这玩意有什么缺点吗？全胎盘是不粘的，只有烤完蘑菇的红印子用纸一擦就干净了。烤山药吃起来像雪饼，烤五花肉根本不需要提前腌制就贼香，只要拿下全胎盘就能当灶台用了。关键是这个灶台还不挑锅，这盘子贼大，这回我可是真的破费了！你们不给我点个小心心，都对不起我这块肉啊！两边都可以单独控温，测试下来精准控温是没有问题的。两边烤不同的食材，没有烤焦的情况，油烟也比外面烤肉店少多了。至于口感味道，看他们这吃相，大概就知道了。来不及吃的可以放到一边，调低温度进行保温。有的印子用纸巾一抹，的确就干净了。烤盘拿起来，把不同锅具往上一放，好家伙，是真的不挑锅具啊！所谓它致命的缺点，买了之后，你的朋友可能要天天上你家蹭饭了。什么？我居然又被打脸了！你们怎么都以为这是我发的视频啊？这9.9元的东西也有人性？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我手上这款才是真正的飞利浦小旋风，直接上手开一下，每分钟56000次的转速，多维浮动设计的刀头，难以触及的部位也能高效贴片剔除，警惕不伤猪皮，更何况是你男朋友的脸皮，全身沉浸式防水，冲一下就干净了，简直是懒人神器。出门级3分钟秒变金智波，电瓶猴桃电击球，确实没有办法给你当陀螺啊！价格都这么亲民了，你就别再被骗了，下方链接才是正品。一个风扇要这么大风，到底有什么用？尽管室内开着空调，但是有的地方像在北极，有的地方却热到不行。据说这种空气循环扇的作用，就是为了让空气快速流通循环，均衡室内的温度。说的倒是好听，有没有用？测过才知道。在空调吹不到的各个房间角落贴上纸条，打开空气循环扇，角落的空气哗啦啦的都被带了进来，而且是那种自然风拂面的感觉。现在浴室温度是25度，相比之前的32度，可是降了不少。对比传统风扇2-3米的距离，它的送风距离能达到10米，这么大的风量完全足够在空调在家里跑满了。每天这种循环扇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它能定义出 SPI 定离子，对夏季室内高发的流感细菌病毒除菌率达到了99.93%，还能随室内温度变化自动调整风速，不用再有半夜起来调风扇的苦恼。前往枫叶、后往全都可以拆下来冲洗，买一个给家里通风换气、消毒杀菌还是很方便的。前往我应该是第一个这么做的。先看视频，据说这个美的 S8 洗地机洗脱洗衣体，干湿垃圾一遍就干净，不可能！要是它真的一遍干净，点赞的粉丝挖一个叫爸爸。先来点小零食，看看它150瓦数码电机的吸力到底如何。不许，完蛋了！快叫爸爸！等等，还有湿垃圾，大家都知道糖分高的东西，一不小心打翻的话，清洁起来特别麻烦，而且经常拖着拖着，整个地板都是粘的。我们再来给它加点猛料，看一下它边吸边拖的能力怎么样。不许，真的这么干净？人家清洁的时候不断用清水循环来清洁滚刷的，所以不会越拖越脏的。快叫爸爸！那他清理起来肯定很麻烦。不是吧？踩一下脚踏，滚刀滚刷，这
自动清洁起来了，而且比我自己熟悉的还要干净。兄弟们，这家真黑不了啊！快叔叔，你又多认个爸爸吧。我是你们网红厨力治水壶，不好又得砸了。据说这个治水壶能够快速沸腾，除掉自来水中的余氯。怎么可能？氯是自来水厂消毒用的，自来水没那么好喝，也是因为余氯带来的臭味。大净水器定期换滤芯，才能过滤的余氯，用它烧一下水就能去掉。它要是真能除余氯，点赞的粉丝我还敢叫爷爷。接一杯原汁原味的自来水，滴入几滴余氯测试剂，搅拌均匀，对比比色卡，颜色越滑，说明余氯含量越高。没想到自来水里的余氯还不少，黑色水壶都等着你叫爷爷了。再接一壶自来水，打开开关，把水煮沸，1.5升一大壶。几分钟就煮好了，加入余氯测试剂，搅拌均匀。我操，颜色几乎没有变化，对比起来还真的去除余氯啊！这可是美的的产品，底部有独家专利的除氯环，除氯效果是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认证的。快说说你有多少个爷爷吧？26件速度区间就会暴露你的爱好。肥宅是果汁，上班族应该都是工作。不管是肥宅还是上班族，一坐下来对着电脑，那就是一整天。你饮食选不好的话，坐久了容易腰椎颈椎劳累，玩游戏玩得不爽，上班越做越累。不然脊椎不好，就是吃了一次的亏。今天就给你们科普一下，好的人体工学椅应该怎么选。就拿高性价比的7号 F7 来说，为了让人坐得舒服，椅背设计是贴合人体脊椎曲线的，双向调节腰枕也可以对腰部起到强支撑效果，让腰椎保持自然腰曲，缓解椎间盘压力。头枕的形状和调节也是为了贴合颈椎曲线而设计，做到更合理的颈椎支撑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坐姿，多项调节扶手的位置以及椅背后仰的角度，让你在最放松的状态下办公。而且用的都是这种透气性强的抗老网布，坐久了也不会闷热。当然，脚踏对打工人来说也是刚需，毕竟午休睡不好，一天都烦恼。做得好，躺着也舒服，工作做了还能把钱给赚了。椅子选7号这种大牌子，盲选也不会错。你中招了吗？根据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我国脱发人数超过了2.5亿，也就是说，你随便打开 艾特 列表，6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脱发。特别90后这种社畜，不是秃了，就是在秃的路上。除了遗传因素外，熬夜、焦虑、饮食不规律、内分泌失调等，都是诱发或加重脱发的原因。你们是不知道怎么选正规的防脱发洗发水吗？要选这种有国妆特质号的，还有国家防脱专利的。洗的时候记得要用纸按摩，用指甲可是会伤头皮的。洗完足够蓬松清爽，看上去发量都变多了。再把浴发液喷在发缝、鬓角这种重灾区，轻轻抹匀，等头皮吸收，等着长头发就可以了。而且也就少喝2杯奶茶的钱，快转给你秃头的朋友看一下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电影里的世界末日真的来了，你会带上什么装备？首先，生存能力最强的一定是那些爱好户外野营的人。除了各种野外生存装备，他们还有电源啊，像电小二那种搭配太阳能充电板使用的户外电源，就再也不用担心手机、汽车没电的情况了。但如果你想在户外做做饭什么的，还是要带1100V 这种两个并联起来使用，实现2200瓦大功率，基本能给99.9%的常见设备供电了。8个 USB、4个 AC 口，还有2个车充口，这样你就能同时给10几台设备供电了。2度的电池容量够你给手机充电130次，电放包用5个小时，投影仪看电影16个小时左右。当然，末日不太现实，不过平时自驾旅游、户外露营，想用些大功率电器做饭，给无人机充电拍些美景，还是少不了大功率大容量的户外电源。再说，万一真的出现电影里的那种大停电，放一个电小二这种户外电源，行业老大在家里坐镇，至少能多放10000个星。